13岁的时候就到美国念书，其实他们都会想要了解你，但他们都第一句问你说你从哪里来的，然后就是说啊、哦，我是来自中国的小朋友这样子。香卷舌讲出流利北京腔，却不小心变成台湾国语，中国念不清楚，立刻矫正错误。欧阳娜娜支持一个中国，表态自己是中国人，事件持续燃烧。香港的，我是台湾的，我是北京的，我是哪里的？其实我都是中国人，不管在哪里。作为留学生也好，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。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团结在一起，我们才会越来越好。欧阳娜娜不仅喊出自己是中国人，还画了个大爱心，报复一堆小爱心，呼吁中国青年团结，不忘初心。适逢中国大陆建国70周年，更公开表达祝福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在这里我要祝我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，我爱我的祖国。欧阳娜娜连喊3次祖国之外，还谈到日前回爷爷在江西吉安的老家，看到族谱用毛笔写家人的名字，心里特别感动，没想到还唱出这首歌。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，不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歌。欧阳娜娜唱起我和我的祖国，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释出完整专访片段，遭到大批网友讽刺说欧阳娜娜似乎已经超过黄安。三讯黄金城罗香台报道。